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是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这段时间在台湾生活的都还习惯吗？我很习惯，也是越来越喜欢的。现在已经有了，对，现在生活感觉就是慢节奏了，就没有那么卷。影片之前呢，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才可以找得到我哦。如果喜欢这类的影片呢，不要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今天呢，要去赴一场我期待已久的约。哇，阳光好好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莎莎，刚戴牙套不久，现在说话还有点大舌头哦。坐捷运去，顺便呢带大家看一看我们高雄的捷运到底有多简单。怎么说呢，就是我上次去台北的那个什么台北车站真的是难倒我了，一直迷路，让我不得不在心里默默地对比了一下高雄的捷运对比台北车站的捷运，那真的是感觉闭着眼睛都可以坐对哦。而且平日的捷运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空荡荡的。高雄的捷运呢就只有两条线，红线跟橘线，然后呢还有一个轻轨。上次坐轻轨大家都说轻轨的风景特别美。我今天要去的呢是在美丽岛转车，然后去西子湾。这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我只有跟你们聊天了，这样我才不会感到孤单。你们看，空荡荡的捷运站，只有我一个人。高雄就是这么神奇，明明约好目的地见的姐妹，就是这么巧合，可以在捷运上遇见。海二路这一条，走到底，你会看到西子湾的隧道啊，进去，你用走路的话就进去，出来，走一小段就到高单位了。哦，谢谢你。哇，太好了，谢谢。租车店老板，人怎么这么好？问我们要不要租车，我们说用不到哎。他竟主动问我们去哪里，然后告诉我们怎么走，这一举动真让人觉得暖心。中山大学有海有山有猴子就算了，竟然还有隧道，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今天特地穿这个青春的颜色，就好像我在这里上学一样。朋友们，我已经到了，看我的身后就是中山大学里面的沙滩会馆。我每次来这里，我都会在地上捡花，这个好新鲜，感觉刚掉的。这个位于中山大学校区里面的沙滩会馆，之前呢来过一次就喜欢上这里了。如果说在台湾要办一场婚礼，那我的梦想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办海岛婚礼真的很适合，而且离家也近，这里还可以跨年哦。如果想要来这里跨年的朋友记得提前预约。来看看这里的下午茶吧，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哎。这里低消是一人150元，这么美的景色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三位都到齐了，嗨，距离上一次三个人见面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对，中秋节到现在，很开心，耶，
起喝下午茶。莎莎好会选地方，饭店达人哦。这里真的很美，看到无敌海滩，面朝大海，背靠陡山，还可以在那边晒晒海水，海水还有日光浴，你看好多人在那边日光浴，而且那个床可以看到那个朦胧的。对，他们停在那边，因为停在那里不用钱，停在港口要钱。是哦，听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这段时间在台湾生活的都还习惯吗？我很习惯，也是越来越喜欢这游刃有余的感觉。有啦，现在已经游刃有余。对，现在生活感觉就是慢节奏了，就没有那么卷。一份英式下午茶，然后饮料要冰咖啡和冰红茶，下一份冰拿铁，芒果冰淇淋，芒果冰淇淋，嘿，谢谢你，看看我们的下午茶，嗨，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悠闲的下午时光，美美的，谢谢莎莎的款待。思想已经改变了，我回不去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前面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Oh my god， 在这里喝下午茶，简直有够享受的。Can I call you baby? Can you be my friend? Can you be my lover up until the very end? Let me show you.现在的温度其实还挺凉爽的，24度。对，中午挺热的，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了。哇，吹吹风，好疗愈哦。现在夕阳西下就打在我们的脸上，就整个氛围就到了。太舒服。我脱鞋了，脱鞋来踩沙子，哇。好细呀，这个沙子，耶！大海，我来喽！好美的夕阳啊！那一边呢，就是中山大学，能想象吗？在这里面上学有多幸福？这边是海，那边是山，太美了。不愧是台湾最美大学之一啊，我能不能在这里上学哦？这里谁挖了一个坑？哇，好多船哦，有人在拍婚纱照，哎，好美啊。Can I call you baby? Can you be my friend? Can you be my lover?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三个人呢，从上午的2点钟待到下午的6点钟，非常的开心，期待下一次见面。回到家天已经黑了，下次见吧，拜拜。